贱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又想拿西瓜藏吃，今天一个也不给你剩下。这家伙咋跑这么快，肯定没干好事。果然如此，幸亏我早有准备。吃饭了？今天吃饭是吧？我喝西瓜。你先吃着吧，一会儿再喝。你先吃你的这个。行啊，反正里边啥也没有了。你来喝完吧，喝酒吧，喝酒。被坑那么多次，今天终于翻身了，真是好爽啊！爽！哎呦我的妈！来了！哎呦，选一个！怎么又选？哎呀，选一个！我吃我给你那个吧。好，待会儿我啊，剩下的后吃。哎呦，你这个不错，四个鸡蛋。哦，我自己选的。哎，也不知道我这里边有啥。嗯，你一会儿吃就知道了。一会儿等着吃空气去吧。先让你得瑟一回。终于快吃完了，也该我表演一下了。吃完了，嗯，该我吃了。怎么着？大哥，懵了吧？吃过了，哎呀，你不是爱吃瓜吗？你吃，自己吃瓜来，来来来来，嘿嘿嘿。
这啥呀这是啊？有人。哎呦我的妈！嗯，这是油翻烙毛冰了呀，人是绿胶不盖，够盖不了吃那啥。来这么快？我的呢？我咋吃了？来一块吃。你吃吧，你吃。我吃吧。哎，动一。这也不知道底下藏着啥好吃的，先留着点肚子吧。肯定有货，幸亏我多留个心眼。吃的萝卜干，干不干成水的，真想干，好吃。我们吃的萝卜干。咋还没吃完？我等的花都谢了。嗯，不早了。哎，嗯，行，你先吃吧。那你吃啥？吃那么多，还想抢我？啥情况？有人。哎呦我的妈！生白菜干这来干啥呀？不炒炒？去，吃个鸡蛋。你选哪个？我都要，我选什么选？小孩子才能选择题。你炒白菜吃一个。滚！哎呦我去！我不能表现得太高兴，以免被他看出来。吃吧吃吧，吃得饱饱的。吃饱了？咱俩擅长炒别的。你从哪买的白菜？送鸡肉，送你鸡翅啊？